想知道名人在推特上做过哪些事情吗？现在有一个全新的 iOS app， 你可以自己选择喜欢的艺人、歌手等名人，跟随他们的推特动态讯息，或是他们曾经订阅的内容。透过这个 app， 让这些内容电视化、影像化，让人可以更放松心情看影视内容。同时结合社群的概念，过去你在上面留言或者是朋友的动态讯息皆会显现。这或许对每个人在使用上不是很好接近，不过创造娱乐的随选视频十分吸睛。